居屋2020终于出炉，今期最瞩目的一定是眼前这个钻石山启长苑。项目由两座分别楼高37和41层的大厦组成，每层11至15伙，合共提供940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295至502平方尺。启长苑最大卖点是位置，屋苑贴住钻石山站 B 出口，附近配套亦相当丰富，所以均价亦是四个新居屋之中最贵。启长苑对面就是彩怡花园，过条马路就有不少餐厅食肆。还有日用品店和超级市场。彩怡花园隔离的新蒲岗亦有大量食店，价钱亲民，亦有大型商场坐落喺度。再行过少少，就是彩虹道游乐场，入面有球场同体育馆，环境惬意。穿过公园，就嚟到最近的街市。彩虹道街市分两层，下层街市，上层就是熟食中心。除了有大排档，还有不少怀旧小食。至于启长苑北面就是荷里活广场，同样只是隔条马路，行过天桥再过交通灯就到。荷里活广场相信大家都好熟悉。隔篱就是巴士总站和港铁站。咁小篇都是时候收工啦，下集再见。